啊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怎么了，老板？我没带钥匙，回不去了。你要不我帮你叫个开锁公司？妈呀，你看天那么晚了，再说了，我又冷又饿的，打雷我怕啊。要不在你家将就一晚？那不好吧，让别人说闲话。哎呀，你怕什么呢？你又没有谈女朋友，我又不嫌弃。哎，那行吧行吧，我住客厅。哎，对了，你有吃的吗？哎，我家冰箱正好还有点菜，我们煮个火锅吧。好好好好好。哎，没底料了，你家有没有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刚买了一个底料，超好吃的。等一下，我没带钥匙。就这个，我超爱吃的。哟，你还挺会吃啊！你不是没带钥匙吗？你怎么进去的？啊？又想套路我？不可能！我钓鱼去了啊，你自己爱干嘛干嘛去吧。哎呀，真的是。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不是我送给财务小姐姐的吗？人家才来几天，就去勾搭？不是呢，老板，我这不是想让新同事更快融入团队吗？我是不是工作给你少了呀？不是，你看，我还专门给你买了一盒口红啊！哇，算你有点良心。哎呀，浩洋啊，其实作为老板的我，有的时候吧，不会真的跟你计较什么。我批评你呢，你只要说一句我错了，给我个台阶下，我也就原谅你，哪会跟你在这较真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老板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错哪了？我都做了什么？怎么改啊？啊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去写个800字检讨交上来，我再酌情处理一下，看看这个工资怎么扣。不是老板啊，就这样把这个窗帘拉住，阳光又照不进来了，外面也看不到车里，这个遮阳帘可好用了呢。浩洋，你在哪呢？哦，我在外面见个客户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好的，我等你。哎，不用管他，他开会去了。可是老板，哎，都说不用管他了。今晚有空吗？我带你出去兜风啊。老板，不啊，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板，那个。我说我在教他用遮阳帘，你信吗？你这牛鬼，用着我的车，套着我的公司前台小姐姐，你还想干什么啊？没有，他刚买的遮阳帘不会用，手把手教啊你啊！老三想干什么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。老板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别打人！哎，自己走回去。带带我呗，老板，干啥呢？待会儿有几个过来应聘，你先帮我看一会儿，让他们等一下，我现在有急事要出去的。哦，行啊，你先去。调动真格的了，要换前台小姐姐？不行，我得看着点。难道要把前台小姐姐换成小哥哥吗？啊、喂，你是左手吃饭还是右手吃饭？我用右手吃饭。太大声，我出去！老板，我要走等。你看，头发这么长，出去。哦，真的是什么人都来敢应聘啊？高跟鞋太高了，出去。你确定？你看一下吗？老板。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再不回来，你怕是要把我所有面试的人都吓跑了。我错了，你不要换前台小姐姐好不好？我以后不会了。我招的那是看仓库的，难道以后你来看仓库吗？我不要了，又要降工资。干嘛啊，老板？别打！不要打我！哎，穿这样去哪儿啊？我下午约了张总，有个会要开。要不要我陪你啊？不用。喂，干啥去啊？这么急？哎，买个咖啡。老板，他不是去开会了吗？他跟谁？什么意思？老板，你干嘛呢？浩洋，还给你送花，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们一起奋斗闯一番事业，说过我天天加班，今天公司这么多活，你丢给我一个人干，我累得跟狗一样，居然在外面约会。不是你想的，我不干了，我告诉你。你看你自己干的什么事情？我今天就不应该带你送我的帽子。这可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礼物，你居然把它扔在地上！你把它送给高那个男的吧。我不要。他是我妈老板的儿子，对了我好久都没答应，我今天不得不出来敷衍一下。你说你干的这个事情，这会儿上班时间，我一个人哪儿忙得过来啊？你就不能下班再约会吗？我真的是忙得都快要晕死了。好了。别生气了，来，我们回公司。哎，走吧，车里热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个事情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好了，放下吧。以后下不为例了啊。好的。呀，
挺喜欢车载香水啊，对呀、还发光呢，再有意思，我喜欢。那我的眼光那肯定没问题啊。这次就不从你工资扣了，我转账给你。行啊，你转给我就行了。把我删了？对对对，忘给你说了呢。昨天公司新来了个小姐姐，她要加我，我好友满了我就把你删了。What？ 什么意思啊？要跟我绝交是吧？你自己看，公司里就20个人，你拉了100多个群，哪个群里没有我？你找我群里艾特一下我就好了呀。我现在再拉个群，就你跟我前台小姐姐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在群里跟她说啊，把她删了，把我加回来。对，别老板，我把保洁阿姨删了，我把你加回来啊，你别生气，啊。保洁阿姨都比我重要？哎呦，我把你加回来，你转账给我，转账给我，啊。我转你个头！ Oh, no. 以后说话给我注意点。老板怎么发这么大火啊？前台小姐姐这是怎么了？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刚刚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以后离我远点。突然对我这个态度啊，去问一下老板。老板怎么发这么大火啊？前台小姐姐怎么惹你了？她今天左脚先进公司的，扣她工资，不然怎样？老板，你这也太不讲理了吧！我开玩笑的啦，我跟她说了，今天你要约美女看电影，跟她说话注意。哎，话不能乱说啊！我什么时候要去看电影了？你废什么话？办公室不许谈恋爱，你好好工作，断了这个念想。还有。今晚上电影，要看电影。看什么电影啊？我和你，我要去和他解释一下。5点半吃饭啊。不，我和你看电影，我哪有美女啊？